公子，有一个消息，小人也拿不准。上次与您提及的开铜矿之事已有眉目了，有几位商人买卖做得极大，可算是富甲一方了。他们主动找到我们，欲参与合作。若这笔买卖做成，我们便能大赚一笔，可供养诸多州郡的兵马了。眼下这时局，手中握有兵马，方为正道啊！嗯，太好了，此事。 由你出马，速速将他办妥。不，公子，您先听我说，对方要求您亲自出面才肯交易啊。对方直言，定要见到您本人，否则他们担心官府追究起来便不妥了。真费事。算了，你告诉他们，我去就是了。嗯，公子啊，您出面是否合适？我正是因此踌躇不定，我担心这。 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谁还敢把我怎么样啊？公子，大冢宅如今不在，我们这一切……哼，赵先生，你此话何意呀？你是不是觉得父亲不在了，便无人买我的账了？哼，公子，我去，速去将他办妥。 约我见面之人果然是你。你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请来方桥大师耗费功力为我解除蛊毒之时，我就察觉到你绝非普通人，恐怕是来者不善吧。所以你便假意相信我，对我委以重任，也是你故意为之。只是，你如此行事究竟用意为何？像我等这种。 做不法买卖之人，心中自是清楚。迟早有一日，会被人抓住把柄，只是未料到来得这么快。那你为何不揭穿我，甚至可以杀了我？我只是民间商人，听令求财而已。这不法买卖，若无官方掌权者撑腰，是无法持续下去的。而敢来调查之人，必定。 来头更大，我只想知道你背后到底是何人。他便是你所能想到的大周最高权位之人，天王。不过，天王虽居王位，可众所周知，这大周真正掌实权者是大冢宰啊。大冢宰。 他眼下能否自保，还尚未可知呢。更何况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罪证，私铸猎钱之罪有多重，我想你心知肚明。钟老板，弃暗投明，还来得及。我能信你吗？那便要看你敢不敢跟自己赌一局了。 你大可以继续追随宇文护，那么势必将一辈子受控于他。蛊毒之痛，你已亲身承受。如若与我合作，将功赎罪暂且不说，至少日后不必战战兢兢度日。其实，你明知我有所图，却不说破，不正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找个靠山帮你摆脱宇文护的魔爪吗？ 你我合作，各取所需，岂不妙哉？哦，公子您来了，公子，快请，快请。
公子，这位便是我上次跟您提起的张老板，做的可都是大买卖，经常往来各国通商，这财力啊可是雄厚的很。钟老板过奖了，不过呀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买卖，一切还得仰仗公子，多多关照才是。哼，你倒是会说话，便是你非要见我本人，恕在下无礼。只是这一次，我押上了全部身家。 听说如今各州官府稽查猎闲查得很紧，这若是出了什么纰漏，我便全完了。所以便想先见见公子本人，知道官府不敢追查到你这儿，我这心才算是放下了。哼，做事谨慎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，日后少不了与你多多来往。多谢公子。啊，这杯酒，公子，我敬你，我先干为敬。 公子，张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说啊。我近日发现了一个铜矿，想将这铜材运至工坊，这一路上还需请公子保驾开道才好。小事一桩，在这大周境内，还无人敢挡我们宇文家的道。你放心，我会通知刺史，你就安心的运你的货便是。多谢公子。 小心点，钟大夫，宇文会一行人马上就要去教育了。好，哼，今日就抓他个现行。走，跟上他们。 慢点，慢点。张老板，请。交货。 全都动手！都不许动，胆敢违抗者，杀无赦！你。 把他们也抓起来！陆公公，您这是何意？我是为了调查宇文会的罪证而来，我不是同谋。你们私金属，上下皆被宇文会收买，知情不报，你又在此出现，让我如何信你？陆公公，回长安再说吧。全都给我带走！是。文攸，你敢抓我，待我父亲回来，定不会放过你。 走，你给我等着！走，敢打我！见过鲁国公。鲁国公，二位辛苦了。各地的贪官已在押回长安的路上了。这次抓捕的贪官中，大多为宇文护的党羽。处置了这些贪官和宇文会，加之其又打了败仗，这一次宇文护怕是逃不掉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大哥，可是在担心什么？宇文护狡诈成性，这一次。 真的能将他一举拿下吗？这次谁也救不了他了。魏国公蒙冤已暗，天王一直隐忍不发，便是在等待这一天。如今宇文护即将被扳倒，魏国公的冤案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。大哥，你也可趁此时重返长安了。
此时我还不能回长安。为何？灭族之仇永生不忘，只有宇文护死才能告慰我独孤家无辜枉死的冤魂。如今一切尚未成定局，我贸然回去恐怕不妥。大哥，你总得回去看看家罗吧，他一直很挂念你。王兄，情况如何？此次秘密抓捕各地贪腐官员以及宇文护的同党，均已押回长安，收押审讯，等候王兄发落。太好了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但是我们还需小心，宇文护仍手握重兵，稍有不慎，恐怕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王兄，宇文护最在乎的便是宇文会，如今宇文会已沦为阶下囚，是生是死，全由王兄定夺。你的意思是，用他要挟宇文护？是。兄弟们，我们出来了，我们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我们终于出来了。来者何人？什么保大保小？当然是大小都保了。当然是保我大嫂了。问题是如今大哥生死未卜，万一孩子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可怎么办？到底怎么办呢？四公子、二位夫人，你们拿个主意啊！快点，快点！不好了，大夫人晕过去了。什么？这，我去找父亲。哎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别了，别了。撤！江洛，大哥，大哥，
香罗呢？大嫂的难产。哎，大哥，你不能进去，女人是孩子的地方，男人不能进去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娇罗定会没事的。娇罗，娇罗，我是大郎啊！我现在回来了，你要撑住！我救他门外，你一定要撑住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江洛，大公子回来了。夫人，公子回来了。夫人，夫人，江洛，你一定要撑住，一定要撑住。为了我，为了孩子，江洛，你知道吗？我被捆迷纵林时，好几次都快死了，但是总有声音告诉我，我不能死。因为我还有你，我还有孩子，我不能死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就在门外，你听懂我的声音没？江洛，江洛夫人，恭喜母女平安，大公子是为千金。江洛，江洛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是大郎。一生一世，我不会死。我以为我在做梦。你没做梦。真的好痛。我知道，江洛，你辛苦了，你辛苦了，江洛。江洛，你放心，孩子平安。他真的很像你。孩子在哪儿？我想看看他。我想看看他。好，好。我婆，把孩子抱进来。伤在身，早点歇息吧。你看他多可爱啊，笑起来就像你一样。孩子这么小，能看出什么呀？我只愿他此生平平淡淡，不要像我。哎，也许我们这一生无法保证给他富足的生活，但我们能保证给予他全部的爱。我们爱他，悉心抚养他，这种爱会陪伴他一生一世。这次你能平安归来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活着回来。我这不是做到了吗？你走了之后，我常常梦见你。
终于明白了，到底何谓朝思暮想，望眼欲穿。若非怀着孩子，我真想去找你。嘉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迷踪林时丢失了思南，四处都寻不到方向，而且迷踪林里瘴气缭绕。可是每到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你的声音便会在我耳边响起。你说大郎，我还在家等着你，快回来吧。到最后啊，只剩下我和高大哥，还有那十几个兄弟。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，若再找不到出路，大家便只有死路一条。幸好你给我的行军手札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你说路有时无法看清，只有走才能走到最后，总会绝处逢生的。我们便苦苦支撑下去。可是啊，迷踪林里全是不能吃的毒物，正当大伙精疲力竭之时，是你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嘉洛，嘉洛，真的是你？你可知道我现在又饿又累。大郎，振作起来，弟兄们需要你，我和孩子在家中等着你。大郎，你看树上有果子，摘下来便可以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走出去。是你让我在绝望之际看到了一线生机，让我找到了果子，得以果腹。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。就这样，我们又坚持了几日，直到有一日。是水。记得你跟我说过，树桩的年轮可以辨别方向，南疏北密。于是我们借此重新辨别方向，顺河而行，终于走出了迷踪林。我们可以出去了吗？是啊，兄弟们快来，我们找到方向了。快来顺着河往那边走。啊，来是你救了我的命，高大哥的命。是你的坚持，让你又回到我身边。你和孩子，是我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我只求你们平平安安。启禀天王，杨将军大冢宰到了。拜
见天王。平身。大忠仔，起来吧。臣有罪，臣不能起。大忠仔自认有罪，何罪之有啊？臣打了败仗，有负太祖与天王的厚望。是啊，此次我军确实是伤亡惨重啊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即便是杨将军这样百战沙场之人，也免不了偶有败绩。臣恳请天王再给臣一次机会，容臣戴罪立功，臣定当全力弥补。此次伐齐，我大周精锐死伤无数，皆是因大忠仔决策失误所致。若朕对大忠仔的过错无半点惩戒，那么日后大家便会以为即使打了败仗也无所谓，不以规矩难成方圆，赏罚分明才能令行禁止。这是大忠仔主持朝政时教朕的道理。此番出征，想必大忠仔也累了，不如就此交出兵符回家休养，以后便无需再插手军中之事了。天王这是何意？臣不过是打了一次败仗，便要剥夺臣的兵权？别忘了，这大周的江山是我替你们兄弟夺来的，岂只是打了败仗这么简单？大忠仔做了些什么？难道都忘记了？天王此话怎讲？臣不明白。朕自会让你明白。那便请大忠仔与朕一同去见见你的故人吧。阿宽为何也被抓了？这个混账到底做了什么？尉迟兄，莫急，令郎应该是无辜的，先看看吧。天王驾到！参见天王，天王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谢天王。父亲，父亲救我！大忠仔，大忠仔，救我们！大忠仔，这今日是隋国公柱国大将军杨忠击败齐军，迎接数万战死沙场的将士英灵回长安之日，朕在此脱去华服，为他们行天地祭。他们是为我大周国土锱铢不施而战，是为大周百姓安居乐业而战，虽死犹胜。失去这些魏国长城，是我大周切肤挫骨之痛，更是百姓失去亲人之伤。朕与百姓感同身受，同哀同恨，恨那些在将士们舍生忘死、为国捐躯之时，大肆贪赃枉法、以权谋私的贪官酷吏，是他们将本该插向敌人的利刃，狠狠插入我大周的心脏，将国库的钱、百姓的钱，通通收入自己囊中。大风有罪，贪人败类，国法不许，天理难容。传朕旨意，资助列钱、贪污腐败之罪魁祸首，皆抄家斩首；其余贪腐渎职官员，
一律革职，入狱十年，永不录用。参与猎钱铸造、交易的商贾从犯，皆没收家产，入狱五年，永不得在我大周经商。天王饶命！天王饶命！救命！天王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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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命！人在，拖出去！是。慢着。天王，小儿愚钝，定是遭人陷害，待臣彻查后再做定论，请天王三思。此案清清楚楚，证据确凿，朕今日公之于众，是按律判处，难道是儿戏吗？这也是当日大冢宰端魏国公一案时教朕的说辞，朕记得明明白白，如今原话奉还。天王，臣愿意交出兵权，请天王放过小儿。大冢宰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可是他仗着是大冢宰之子，作恶多端，无法无天，若朕放了他，对得起这天下苍生吗？天王，养不教父之过。大冢宰，你作为父亲，难道就没有半点责任吗？天王，臣教子无方，督察不力，臣知罪，臣今后定尽心尽力辅佐天王，还请天王。饶小儿一命。天王，宇文慧乃幕后主使，人赃俱获，铁证如山，若此人免于刑罚，臣以为恐难服众。天王，您不妨问问众臣之见。天王，兹事体大，动摇国本，绝不能轻饶，理应严惩。理应严惩，理应严惩。大冢宰，众口一词，民心所向，朕也无能为力。宇文玉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事情均是我一人所为，与我父亲毫不相干。你不要忘了，是我父亲辅佐你登基，你如今骗夺我父亲兵权，你根本就不配做天王。三日后午时，斩首示众。宇文玉，宇文玉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御史公子，你们几位可以出来了。看见了吧，咱们是被冤枉的。对呀，是我们是被冤枉的，是我们冤枉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谢谢二位呀！啊，谢高司空，谢鲁国公。御史大哥，对不住啊，当时情形混乱，不及细问，委屈你了。无妨，有劳两位为我这不争气的儿子走一趟了。哎，御史兄，你切莫这么说，贤侄可是争气得很呢。整个司金署都被收买了，就他一人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，兼职一人调查宇文慧。结果倒是把自己给弄进牢房了，都怪我，幸亏高司空及时向天王道明了事情的真相，才不至于闹出更大的误会。天王已下令，
让尉迟大哥官复原职。啊，那便请鲁国公代臣叩谢天王圣恩了。好了好了，真相大白，我们也别在这牢房里说话了，走吧。走。嗯，请。不中用的东西，被宇文会诬陷便也算了，办案查不到证据，反而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，简直是奇闻，窝囊透顶。这事儿若传出去，别人如何看你？连我这张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还有，找了道，为何去找高司空？怎么不先来问问我？我这个父亲算什么？你可有一星半点把我放在眼里？我就是害怕父亲生气。父亲，从小到大，你听过我说话吗？你总是不听解释便下定论，我无话可说。什么？自己没用，都来怪我。父亲，请息怒。阿宽向高司空求助，也不无好处啊。父亲，你想，阿宽被冤枉，正因为高司空是外人，他所说的话，天王才信了。若是换做父亲去说，即便天王不疑有假，也难以堵住不明真相之人的悠悠众口啊。从前上战场打仗就胆子小，如今当差又闹出这么丢脸之事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？祖父，祖父，莫骂父亲了，祖父。已是做父亲的人了，以后长点出息吧。阿宽，李华。喜欢这个名字吗？家老杨兄，啊，鲁国公来了。哦，不哭不哭。天王判宇文会死罪，还将所抓之党羽一并判处吧。父亲回来时已告诉我们了。是，这回连兵权都夺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哦，你们已经知道了，这真是一个大好的开端，日后天王便可顺利重掌朝政大权了。但宇文护这些年权倾朝野，宫内外爪牙颇多，一时间只怕难以肃清。天王掌权之路任重而道远，万不可掉以轻心。不过此番处死宇文会，也总算是给宇文护重重一击了。为防万一，我已在天牢布下重防，行刑当日我亦会派安伪军加强戒备。放心吧，这次宇文会差池也难逃了。鲁国公深谋远虑，防患于未然，在下真是佩服。不知行刑当日我可否同去？一来是有个照应，二来那宇文护曾派人暗杀我，还害死了我同胞兄弟，我真的很想亲眼见到宇文会的下场。大郎，可你的伤还未痊愈。放心，我没事。好，那当日你可藏身在安伟军中，你做掩护。多谢鲁国公。大忠宰，小人有负您所托，为照顾好公子，请大忠宰降罪。宇文玉，我低估了他，竟敢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上，此仇且留着慢慢算。眼下救惠儿要紧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，让他夺去我儿性命。你确实有罪，若救下惠儿，或许我会饶你一命。小人赴汤蹈火，
任凭大钟在拆迁。要不是寂静寂寞